你在干嘛？啊，干嘛不丢洗衣机洗就好？那是贴身衣物啊，丢洗衣机会跟袜子混在一起，我怕你穿的会过敏啊。可是那是我妈的。啊，阿弟，怎么样？你在谁上演啦？卖谁？八七，我操！这种人，这鬼要算八三。人家明天想要去打飞梭，为什么？因为朋友都说我脸很烂呢、啊。好像真的有一点烂嘞。哦，啊，宝贝，人家好渴哦。嗯、你买这个造型水壶要怎么开呀、啊？哦，这个就是最新的、啊，这个好像不用开吧？我记得它就是。惨，你装死！我他妈搞死你！太痛了！哦，宝贝，我肚子好痛哦！宝贝，怎么了？好像想要大便了！哎，送给你最喜欢的假手！啊，宝贝，我肚子还是好痛，还痛，怎么了？哎，这是你最喜欢的阿婆面具啊！很喜欢嘛？好玩吗？打死他！宝贝，过了快过了。宝贝，再一次啊！宝贝，我们一起过去那边打他，然后我们全部都。哎，你说，就是啊，我昨天遇到我大学同学啊，我昨天遇到我大学同学产检，什么？